第六课，生词。刺，上次，下次，一次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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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次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十岁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。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十岁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。下次，下次，下次，下次。你要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吗？我现在很忙，下次吧。你要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吗？我现在很忙，下次吧。一次，一次，一次，一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对不起，请你再说一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对不起，请你再说一次。东，东方，东西文化，东西，东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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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里是东方还是西方？你怎么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？那里是东方还是西方？你怎么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？东西文化，东西文化，东西文化，东西文化。
这是我第一次去西方国家。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，对吧？这是我第一次去西方国家。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，对吧？东西，东西，东西，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东方人吃饭的筷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东方人吃饭的筷子。语，俗语，语言，俗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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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西方的说法是，邻居的草地比较绿。俗语说，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西方的说法是，邻居的草地比较绿。语言，语言，语言，语言。你为什么想学东方的语言？我喜欢亚洲的传统文化。你为什么想学东方的语言？我喜欢亚洲的传统文化。后，后悔，以后。后悔，后悔，后悔，后悔。你这件衣服真的很便宜。便宜没好货，我现在很后悔。你这件衣服真的很便宜。
便宜，没好货。我现在很后悔。以后，以后，以后，以后。你毕业以后要做什么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你毕业以后要做什么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